不可能，这太难了，这有难度，完了，又是这种痛苦的。那么，今天他们的早课是编绳，成员们将使用桌上的擦手纸搓成八股细绳，利用这八股细绳进行编绳，最终编出一根坚固的绳子。编绳我完全不会。什么叫编绳？男孩连辫子都不会编，太难为我们了。这个如果早课不完成，会有什么惩罚吗？就是一天上早课。那先拧八根绳吧。先拧八根绳了。来吧。怎么拧？那先放地上。晕了。是这样吗？再搓一下嘛，拧啊！咱弄的都是一样的吗？我这个怎么拧开了呢？那咋拧的呀？我感觉我这怎么这么容易碎呢？是这样吗？视频上两个人一起拧，来，你拧那儿，我拧这儿，来。这样行了，这样对了。哎，拧上了。哎，俩人拧行。我 OK 了，这个。已经挂了。我这个绝对紧。就把破的那个地方粘起来了，这多牢固啊！这一辈子也开不了。你那不行了，不行就废了，这根废了，重拧吧。这可以，你咱俩拽试。废了。其实就两人一块拧，两人粘就行。对，拧起来。你快，两个人。太快了，快。你往这儿，我往这儿啊。对，这样就完了，这样最快。OK， 可以。啊，这是最后一个吗？对。先开了。先看一下。完了，咱先看视频了。好。下面我们来介绍编绳的过程。我是 A， 我手里永远握着第一根绳。永远握着。我是 B， 我手里永远握着第二根。第二、第三个。我是 C， 我的手里永远握着第四和第五根绳。我是 D， 我手里永远握着第六和第七根绳。我是 E， 我的手里永远握着第八根绳。好，下面我们就开始编绳了。我是 A， 我从下面走，从下面绕过 D 手里的两根线，再从下面来到 C 位，接过五号绳。我变成了 C， 我变成了 B。你咋不？怎么你还变成了 D 呀？我天，不行，后面太复杂了。A、B、C 那一块我是搞不明白了，到这一块我已经不行了。就是一和八一根，其他就两根吧。一和八是其他是两根吗？咱先把这个根儿分出来当。先捋一下，这是二。这质量稍微次点，这谁编的这个呀？这质量不，得再拧拧。第一个是 A 是谁？我，你看这个，看。蛋总的走位看清楚了吧？我记住了。你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。你真记住了吗？我真记住了，走吧。A 要变 B 是吧？我要变成 C， 你别说话了，我记得。我从这儿走，然后绕过。你是到我这儿吧？应该是到 D 啊？行不行了 ？A， 不是我接过五号绳啊，我没错。要不然我们再看一遍？再看一遍。你先回去。我没错。哎呀，不相信你。我是 A， 我从下面走。绕过 D 手里的两根线，再从下面绕过 D， 你看你穿过这两个绳，接过五号绳，我变成了 C。我
我接过五号绳。看明白了吧？行，来吧，先把这一步走完吧。太复杂了。对，到那个嘉伦那儿，绕过他那两根。这样。就对对对，下去。然后从下边。下面从中间上。四五中间，你人也要从这儿出来。对对，他就那儿出来，然后串一下，串一下，串一下，串一下。你拿俩。我拿这俩。对对，我就变一个了。我现在变成了 C， 我变成了 B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。我是 E。E。程程来了。哎。绕过 B 手里的两根绳。绕着大绳那边。然后再从下面来到。还是从中间过。接过他手里的四号手。接过我的四号。接过我的右手。C， 我变成了 D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吗？听懂了吗？明白了吗？那再来一遍。看一遍。你再看一遍，再看一遍。明白了吗？看懂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没明白，来吧，来，都从他这儿，从他这儿，到这个大门这儿，然后再从你这儿，中间中间过来，中间穿过来，来，右手拿这个，给我，给我，我拿这俩，我拿这俩，对对对，单总，来。还用看吗？不用，就还是这个来吧，就是一直重复，就编到它没绳为止。就 A 就找 D， 对对对 ，E 就找 B。我到蛋总那儿是吧？对。哎，从下面绳从下面下船，然后接过我的，我要去这儿，我是这个，然后把这个给你。对，就这样吧。再来一遍，走。从这儿。耶。走四号。下面下面，绳过来人过来，然后从这儿拿这儿，对对对，我变成了 C， 现在该谁了？该程程，该我了。对对对，穿，然后从下面这儿，对，替我的左手吧，拿这右手，应该是看着像。这样给你嘛，对吧？那他不对，那 A 怎么有两根绳呢？接过他手里的五号绳。你右手这个，左手这个，赞总过来。这是我的。对，所以你右手在这儿，左手在那儿。那这个，这个你给我行了，赞总过来。好，最清楚的就是嘉伦，我已经完全乱了。没事，就这么改吧，一直这么改。走，这绳从上面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。你就听他的就行了。浩哥，你要在中间站着，你拿右边那个。这嘉伦，该我了。对，这儿吧。对，大勋来，从这下面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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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走到这儿，走到这儿，然后之后从这儿过来。你要人过来。然后拿哪个？拿这两个。我拿这两个。来，程程，试着一。啊是这一啊！粘上，粘上，粘上，快！今天完不成，谁都别想走。别拉扯他，别拉扯他。我慌了，刚才我好紧张，突然那样，我慌掉了，整个人。粘死，粘死，还好交代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对 ，OK， 好。该谁了？该我，该我了，该我了，该我。从下面走。对，从这儿。然后从中间走。人过去，你要拿右边这，右边，对对对。蛋总在这儿，大勋拿这根和这根，浩哥拿这根吧，对吧？对对对对，对了对了对了。大勋左手上去，然后你拿这两根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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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你的左手右手，程程右手左手，大勋。小意思哥。浩哥的左手右手。程程的右手左手，听你就听他的就行了。对，程程上，交叉的。然后拿哪个？你拿这俩。拿这俩。你拿蛋总右手那个。浩哥，你要在中间站着。拿这个，你拿这俩。好。还没结束？没有没有。他颠到最后是什么？对啊，你看看最后啥样，来，我看看最后，看看最后，看看最后，等会儿。我们现在已经编绳结束，现在把八股绳固定在一起。最后什么？捆在一起，固定在一起。然后现在我们两个人来合力拉扯一下它，就剪了。哎，我们可以绑在一起了，绑在一起，绑在一起，绑开绑，就从这儿开绑吧，开绑把你后面剪掉是吧？对，来来来，绑。应该从最后那一下看，直接绑。看，还是咱们审题，有了第一期的教训还不知道。
以后审题还是要先看最后一题。这就是我们编好的绳儿。Dr. Hi， Dr. Hi， 我们成功了，成功了。请枪，龚继娟，谢谢。耶耶耶！谢谢谢谢。你看能不能看能不能拉断子？看能不能拉断子？这绳一点用没有。走吧，龚继娟。